我之前能处处打压他，现在也能。你要敢动苏清河一下，我让你们整个苏家从此消失。我说到做到，就算没有血玉信物，我也能亲自动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林凡，竟然敢威胁我！我今天受的耻辱，我日后要百倍偿还。徐少爷，有兴趣合作吗？哟，怎么，在江市还有人敢这么动你啊？你知道林凡手中有个血玉信物吧？难道你就不心动？我当然心动啊！得血玉信物者得血玉，可是想要这信物的人又不止我一个，我可不想坐着出头。